哎，成功。这个独木舟吗？啊哈，过来，走。你看得到妹妹吗？是真的，姐姐，这里可以上车，没关系，他们在这边，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上。要了。一、二，多了一个人，等一下。老胡子，老妈，老阿妈怎么会有胡子啊？你是不是鲶鱼啊？你是不是 catfish 啊？哇，好幽静啊！这里也蛮舒服的嘛，好特别啊。吃那个鸡块，还是你要吃那个饭团？我要吃鸡块。爸爸，妈妈刚给打结，爸爸。你可以打结啊，再打一次给我看。就是一样那个绳子的打结。很多人买它。对啊，做的蛮慢的，这都要马上炸。很幽静啊！姐姐，妈妈给你分。姐姐吃臭豆腐，不敢吃，因为那个。下次可以捏，可以，谢谢。可以捏桃，那边有那个课程，小朋友的。你说我们停下来那边吗？对，天星窑那个。太远了，我们才刚出发那里。我是说下一次，不是今天，要耐点时间呢。学校课堂听说在教啊。对，我知道。好吧。我们要带存钱筒去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那个什么跳蚤市场啊。不会啊。没什么事啊，有三个人。有了讯号，放心。我可以扣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好多。好长的头发哦，都乱七八糟的头发都散掉。我有关掉吗？爸爸要上去那个桥。你有关掉吗？你没有关掉。哪个桥？哪个桥？那个。有。有今天想要自己骑骑上，可是脚太短。不会啊。下来的时候要测的。